抱歉，这一次的展览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。对不起，可以再给我些时间吗？你应该是最后一名观众了。谢谢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他的眼睛越看越陌生。从模糊到清晰到破碎，也许只是一瞬间。时间很容易溜走的，却再也回不去了。你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，很久没见的朋友，好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。当你看镜子的时候，他也在看着你。他常说，当你开始倾听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成了作品的一部分，你便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你还在吗？你还在吗？在吗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记得这件长衣吗？当然，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个作品，美术馆的长衣。十年了。你常说，当你开始倾听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，你便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
抱歉，这一次的展览就要结束了。